面呢，我们再讲一下，可能说质量最高，也是大家看比赛比较最过瘾的那种球，就是反拉的球。反拉的球呢，可能击球点呢就是高点，或者是高点后期，包括高点期都可以拉。但这个球对你的要求就比较高了，整个呢动作幅度也会大一些。来，我们试一下，这个球可能就稍微退出来一点，就反拉了。反拉的时候对身体的要求比较高，人一定要紧凑，特别是看我就是之前可以配套的去反拉嘛，我搓一下对方球，让对方拉的这种质量不是很高的球，我就可以主动去反拉它了。哎呀，踢出去对方搓的，踢出去对方拉的质量不是很高，这种球我们就可以找机会反拉它。看我这一衔接，反拉的质量会高一些，一定注意击球时间，人要紧凑，不要散。